上次最后结束在就是我把那个 derived equation cover 到波动的答案写下来。啊，你们觉得还需要把 detail 复习吗？计算的细节？答案就是这样，然后计算细节就是只有 gamma matrix 运算而已。你们觉得需要？计算这部分，就是最后答案是。就是 derived equation couple 到 four 中就又得多少得到 equation 这个，最后得到 equation 是这一条。就是，总之你会得到跟 Klein-Golden equation 得到不一样的结果。Klein-Golden equation 的话，你把它卡活到 photon， 你只会得到，你只会得到这个东西。所以你后面这边会多了一项 spin 跟 photon 的 equation， 对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式子用矩阵解开来，你会得到这式子是，然后接下来就是，我有做一下习题十点一，因为他把一些计算细节放在习题十点一，所以我稍微做一下习题十点一。他要告诉你就是怎么从 derived equation 啊，然后得到它的 LS coupling、SL coupling， 然后还有例如说 derived equation 的守恒量是 L 加 S， 不是只有 L 或 S， 所以他习题告诉你这些事情。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个习题，就是习题十点一。总之要得到 SLS carbon 的话，我们通常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会想要做非相对论极限，对。然后所以他这边就是用一个 trick 告诉你怎么做非相对论极限，蛮快可以得到答案。总之就是大概很快。另外一个选项是这样子，就是如果你不要把它平方的话，你可以写这样子。先不平方的话，你可以写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你就是把它的分量写开了，然后就是把分量写开来，然后再等到两边同时乘以 gamma，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 I partial T plus I 会等于 2I gamma I partial I 加一 gamma A slash 然后加 M。你会得到这个方式。同时乘以伽马零的目的是因为你这边有一个伽马零派是零，然后伽马零平方等于一，然后我们希望跟薛定谔的 equation 做比较的话，我们这边才会得到，我们想要得到一个 I 派是 T，
所以我们两边都是刚成哥把你的目的在这里。然后因此呢，如果你想要跟学生跟一个人做比较的话，其实这就是以 r 一个人还不错的。这种就是以 r 一个人还不错的就是这个。然后这个东西当然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再简写一下，因为你负 i partial i 你可以把它定成 pi， 这把你的 pi。不然它就完全是 pi，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把它写成 gamma d， gamma i， pi。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我们是选择 while recursion， 我们 gamma h 已经选择 while recursion。所以我们的 gamma 0是没有对讲话的，那我们 gamma i 是然后因此你现在可以把 h d 然后把它展开就可以解释你把它以下一下就得到 HD 减 EA 零，就会等于把矩阵写开来，就是你会得到是负 sigma i EI 加 EA i 两，然后 sigma i EI 加一。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定义成大 P， 这个大 P 啊其实就是那个卡农尼公式，它就可以把它写成负西格玛 i 大 P i m m， 好，接下来。边把它平方嘛，就是把它平方。然后这个平方之后，你会得到 h d 减 e a 的平方，就是矩阵乘法而已，自己乘乘看，那乘简单，就是你会得到它是等于一个嘛，到 p。然后平方加 m 平方，然后或者是你在 SI 单位，你可以把 c 补回来 ，c 补回来就是因为它是能量的单位嘛，你要把 c 补回来，你其实就是能量单位的平方，这个东西是 energy 平方，然后所以你要把 c 补回来，你这边改补一个 c 是次方，然后这边补一个。就可以把它补回来，把 c 补回来。c 平方加 m 平方 c 平方。好，现在你这样做完之后，我们现在把两边开根号，就是下一步就是把两边开根号。好，再来就是开了展开。这是第十一小题哦，我们现在做到第十一小题，实践一阵子。那第十一小题就是你要把两边开根号 ，m c 平方根号 b 加 c 平方根号，西卡特平。然后做开始展开，然后我们等到
我们讲到那个一阶项就好，就是讲到讲到 order of c 平方分之一。因为我们讲到，其实我们现在只要看 point structure 的话，讲到这样。我们现在要看 point structure， 所以讲到 order of c 平方分之一。现在你需要做的事就是要做这个，这个没问题。现在要做的就是，我要把它做出来，是 C 管豆的 P 的平方到底是什么东西。首先你要需要证明的是 DIB， 然后它会等于负 I。你要知道这件事，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东西。你要证明这个状况，就是你把它最后加一个函数，我们知道 pi 是那个负 i bar。你会得到四项，例如说你会得到负 i h bar， 化学 i， 负 i h bar， 化学 j， 然后减掉 i h bar， 化学 i， e a j， 然后减掉 e a i， i h bar， 化学 j。AIAJ 是 commute， 所以它是零。然后之后，还有这个 BIPJ commute， 所以这个是零。所以我们剩下中间这两项。然后中间这两项，你再把它展开来，你会得到它是负 IEH 八。然后这个是中，这个是最后在函数这。所以你要先作用在 AJ， 然后之后再作用在 F， 所以你会有一个，例如说你会有一个 partial I， 然后再加上 I。这样子你就可以把它整理起来，就是把它整理成负 IEH bar， 所以你把它可以把它整理成负 IEH bar partial。减掉
那我们知道那个 partial a a j 减掉 partial j a i 就是等于 f i j 嘛，就是我们的 BO tensor 的 i j 分量。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边是，这边可以把它写成负 r 一，然后 h bar f i j。我们就是 f i j 就是跟时差的关系 ，f i j 就是，所以 f i j 就等于。我们从电池学知道它是等于需要 I J K B K， 所以我们得到 B I P J， 我们就得到这个关系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平方，就是我们要算 sigma 都是 P 的平方。我们需要它，我们等下需要它。sigma 就等于 delta i j 加 i 乘 i j l sigma l， 然后 b i b j。好，又等于这个东西最后产生 p i 平方。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你把它展开来。也是一样，就是因为你这个是 symmetry， 然后你这个是 anti-symmetry 的话，你把 P J P I 对掉，然后换回来是一样的，反正就是你可以把二分之一弄出来是懂，也是因为一些 symmetry 的关系。然后下一步就是它等于这个东西就等于 P I P J， 这个可以加进来，就是加就等于负 I E H 八，是用 I J K B K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需要 I J L， 然后这边有一个需要 I J K， 所以它这个东西算出来会等于两倍的 delta L K， 然后所以你就得到它是 P I 平方加 E H 八 sigma 的 B， 到这个结果。所以我们可以把刚才的 Hamiltonian， 然后我们展开往后，我们把 MC 平方减过来 ，HD 减 MC 平方，应该要等于 EI 加 EAI， 把那个刚才证明出来的 sigma 都有 P 平方带进去 ，2n 加 EA 0加 EH 八除以 2n sigma 的 P。然后当然你可以把那个，例如说这个可以展开什么的，总之你可以把这个展开，然后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写成 e 平方除以 2n 加 e 除以 2n e 等于 a 加上 e 除以 n a 等于 p 加 e 平方除以 2n a 平方，你这这项展开你可以得到。
然后再当然是我们想要在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，就是薛定谔归群机，就是我们 derive 的海米托尼安剪掉我们的静止质量那个东西，其实就是薛定谔海米托尼安，我们把静止质量扣掉的话，其实得到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薛定谔归群机。然后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我们可以从我们可以得到谬一。就会等于负一 h 大除以二 m， 因为这个项式就是负谬等于负谬一等于，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得到这件事。然后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谬又等于 g 等于 q， 然后除以二 m， 然后乘以我们的假动量，对我们的谬等差，然后我们的 q 是负一。对，电子。然后，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 G1 就是从底外可以知道，我们可以得到 G1 等于二。然后接下来，下一步我们就是要讲一下 LOS 的。一小题，对，一小题，就是十点一的一小题。所以我们哈密托尼安，我们哈密托尼安在那边，就等于 p 平方除以二 m 加上一除以二 m p 等于 a 加上一除以 m a。然后加一平方除以二 m a 平方，然后加一 a 平方，然后加一除以二 m c 方等于五 b， 如果 h 八等于一。然后我们要看 l s 和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磁场在 d 方向。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 gain， 就是磁场的地方向。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 vector potential， 是等于 5y x。你可以算一下克隆，克隆也就等于，这是一个 gain， 某一种 gain 看进去。对啊，大伟的课是说这叫两道 gain。哦，所以我们这样的选择，上面有第一的结果，然后没有 introduce 加动量，就说，就是上面那一行，这样，对，加动量应该，所以有啊，因为会有自选在这，然后加动量应该会藏在这，就 O 在 O 鼻头的，对 ，O 鼻头应该是藏在这个地方 ，A 都。就是我们选择完 gauge 之后，不是应该藏在这里。总之，我们选择这个 gauge 之后，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 p。B 等于 A， 因为我们的 A 是这个嘛，但其实这是后面最后那一个方程，所以我们的 P 等于 A 是其实就是我们还要第一项最后在 A， 然后我们 P 等于 A 就是 2i h 平方 r 除
这个是 y， 这个是 x， 然后我们 p 到 s 对 x 作为分，所以我们的 partial x partial y 等于partial y partial x， 所以我们都要 p 到 a 等于。然后下一个就是 a dot p， a dot p 不是零， a dot p 是 p 作用在后面，所以 a dot p 不是零。所以我们 l s 我们会在这里头，叫 l， 我不知道英文会在这里下跑出来。所以我们得到这边 h。就等于 p 平方除以 2a 加上 e 平方然后 e 平方，哎，这个是等一下 e 平方 bd 平方然后 8m a 平方加 y 平方然后加 ea， 等一下，然后加上加上这一项，就是加上这一项，这一项是 e b d， 然后除以二 m， 二在这边，然后这边是负 i h 半，然后负 y 八九 m 加八九 y，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。这一项再加进来，这一项是一除以二 n， 然后西格玛 z， 然后我们又知道我们的 s z 等于二分之西格玛 z， 所以你可以把这两项合起来，这样合起来你可以发现一除以二 n。然后这个二是因为我们 G 一等于二，然后其实这一项就是我们以前看过的 L 等于二。然后下一个，我想我应该不用做。下一个我觉得很简单，你们可以自己回去试试看。总之他想要告诉你的就是 HDR 跟 SI 跟 HD。你挖个的米诺电跟 LI 都不等于零，下一题还要讲，但是 HD 加 SD 跟 LI 加 SI 它的 commutation 是等于零，所以你守恒的东西是总角容量，不是单独的一个。就是下一题他要做，然后这个我会把它扩上去，就是这个做法其实这样就做完了，很快。我会把它扩上去，这个我就不在这里做，这很简单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讲那个，看一下，再来我要讲就是 10.5， 就是 spin 二分之一什么。那一个科轮，它后面有算那一个科轮，我前面算过，我昨天在算。前面它有要算那个 debug equation 的那一个科轮，那边我在算，所以我要跳到 fast， 就是 spin 二分之一的意思，就是时间问题。说的是。不管什么样的 representation， 我们的旋转的它的 group element 都可以把它 representation 成
缓慢，如果是绕地球旋转，我们都可以把它写这个样子。不管什么 接下来我们看的第一个 representation， 就是先看一下 four vector representation。所以如果是 four vector representation 的话，我们的 J3 就等于 J1， J3 就等于 V1 2，好，就等于 I。那这个课本前面有告诉你这个结果。然后我们的，当然我们可以把 J3 对角化，就是如果我们让某一个轴旋转，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对角化。我们直接把 J3 对角化。对角化之后，你可以得到它是那个0负1 1 1，好 U。然后这边负1 0这个就是你的 I 跟 value， 然后1负1 0。然后这里，这个负1 1 0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代表的是 J 等于 1， 然后这个零的东西，这个就代表 J 等于1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下一步就是把 I 集成了 Issue， 它就等于 I 集成 Z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整个 root file 版本是怎么样的。整个 file 你会得到这边是 U 一，然后以和一求负 I 二 pi， 这边是一个 I 二 pi， 这边是一 U， 然后这个东西得到就是。然后再来我们来看所谓的 spinner representation， 看它转二派发生什么。spinner representation 它的 group representation 可以把它 representation 成这个样子。然后对于绕地轴旋转的话 ，HSE 二。然后我前面不久前有告诉你 SIJ 等于四分之 I 伽马 I 伽马 J， 所以它就等于四分之 I 伽马一。然后，伽马一伽马二把它带进去，你算一下，你就得到是二分之一负一除以二，二分之一负一除以二。然后它已经对角化了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做对角化了。它这边已经对角化，所以你就可以算伽马 S， 如果在二派，你会得到它就是 exponential I。二拍这边有一个二分之一，所以你二拍调掉会剩拍。
然后这个东西可能未来，对，总之 spinner representation 下，你的 rotation 会差很多。然后这跟选，这跟你的统计有一点关系，我稍微提一下，这跟你的统计有一点关系，这个东西。他后面有稍微提一下，只是他后面你讲的部分会讲比较多，那我这边有稍微提一下。就是这个 rotation 差一个正负号，会影响到你的自选跟统计的关系。现在我们假设有两个 identity global， 然后一个放在这边这个轴下一个轴，然后它都是 spin， 然后另外一个放在一个轴另外一边是原点，就是一个放在正的 x 的地方，一个放在负的地方，然后这是 d 轴。我们要旋转的角度 C 的，然后这样的 state 我们可以把它写，这样的 function state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psi x， 然后一个在负 x 地方，它 function 可以写这样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一个 spin 旋转拍到这边，跟它重合，先要拍转回来这里。所以我们现在把它转拍 ，rotate， 这个 state around 的 z axis， 摆拍。好，我们知道，这个转拍是可以转过来，就是怎么说，就一起转，就是整个这个转过来是可以转过来，所以总之整个一起转拍的话，我们会得到一跟二是这个调数。但是又由于你是，如果这是 spin 二分之一的话，你的以所谓的 i 拍，你的 s 一二。会等于 i 5i 会多一个 i 跑出来，然后你每一个都跑出一个 i， 你这个转开跑出一个 i， 这个转开跑出一个 i， 所以你会得到你的，所以你可以得到你的 psi 一二，它转完，它转完之后会变成 i 平方。I 平方，然后 plus I 和一，然后会等于负的 I 和一。所以总之，经过我们这样对调之后，我们产生一个负号出来，就跟我们量子力学得到的那个结果是一样，就是因为你的 spinner representation 像这边会有个 I 平方，所以。它跟统计有关，所以自选二分之一的例子，它代表就是这个Fermi。好，我今天要讲的就到这边，然后后面它有那个，后面它那个 representation 那些，后面那个有一些什么 while spinner 啊 ，Majorana spinner 要到下一张 CVD 比较容易讲，所以我这边没有到这边。Y O spinner， 因为我们现在在讲 QVD 里面都是 Dirac spinner， 都是要把 Psi L Psi R 分开，不能独立写，所以 QVD 里面
那个东西变得怎么样，就是 one of the 你把它写成不太有，你要到后面不愿意的比较多，所以我这边没有要提 one of the 的一些细节。好，它后面有一点习题是那个什么 super symmetry 会到 one of the。然后我会把我做那题习题的答案也拖到我们上就好。好，所以今天就到这里。